六月酷暑季节，香港的气温高达30多度。在这样的炎热环境下，驻香港部队官兵们的训练热情却丝毫未减。为了加强防务能力，不断提升战斗，作为驻守湘江的一支利剑，官兵们高强度的训练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对于劳动了一天的官兵们来说，最惬意的时刻莫过于训练结束后能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而为了能使体力消耗巨大的官兵们吃饱吃好吃得健康，后勤部门从食材的选购到菜品的出锅，每个环节都没少下功夫。香港是一个工业基地，不是一个农业，它自持的不多。如果我们所有的部队全部都在香港，那肯定会影响香港的物价市场。所以我们一些主副师主要是通过深圳有个部队有基地，通过那个基地我们组织计划跟地方合作进行采购。吃饭在香港，买菜在深圳，对于驻香港部队的后勤保障人员来说，是四个军营每天各不相同的主副食，不仅要统筹好，质量还要有保证。这样庞杂的工作是怎样进行的？我们把触角伸向供应链条的最前端。晚上，记者来到了位于深圳的驻香港部队深圳基地物资采购供应站。港内所有部队的食品就是经这里采购集中后运输进港的，而食品保障的第一个环节就是从凌晨开始的。吃饭。这天晚上，物资采购供应站站长柴造生将带领食品检验室的检验人员对供货商进行一次随机的抽查检验。由于驻香港部队实行社会化保障，各类食品都是通过招标与各个供货商签订了长期的供货合同，所以单类食品前期的采购集中环节就是由供货公司来统一完成的，而物资采购供应站的职责就是进行质量监督。今天晚上我们安排的是蔬菜的供应公司的检查，因为我们明天早上是主副食保障日。由于蔬菜的保鲜期限有限，蔬菜供应公司第二天早晨供应给驻香港部队的蔬菜都是头一天晚上才采购回来，因此物资采购供应站检验人员的上门抽检工作都是在夜晚进行的。凌晨时分，大部分人还在梦乡里沉睡，但蔬菜货运公司里的工作人员却在忙个不停。这些天亮后即将运到驻香港部队深圳基地物资采购供应站的蔬菜，首先要经过一道去粗取精的加工过程。加工就要干这个事，不能采购来是什么样的就给我们，必须要进行加工基本上到我们港内进行刀工加工完了清洗一下就可以用了。像地瓜，我们要求这个初加工到港内可食用的都要达到90%的要求。这些蔬菜要送达驻香港部队各个营区的厨房，需要从深圳到香港的运输过程。为了节省有限的货箱空间，运送更多的食品给官兵，
同时也是为了保证蔬菜质量，于是驻香港部队与供应商才有了这样一个粗加工的协议。驻香港部队的战士大部分来自四川、湖南等南方地区，喜欢吃辣，所以辣椒、尖椒、青红椒是战士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菜品。然而到了六月份，天气闷热起来，尖椒却成了最不容易保质的蔬菜。为了能让驻香港部队的官兵们在炎热的夏季也能吃上新鲜的尖椒，每到夏天，检验人员尤为注意尖椒的品质。检验员张贤超的检验工作更是慎之又慎。所以说青椒就是要检查它里面不能有断的，对，得全挑断。这种地方，像这种地方，如果是这样变成这样的话，它这种根部是很容易、很容易就是融化，一融化了它就整个就会全烂掉，对，全烂掉了。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张贤超到部队两年多来，就是靠着每天清晨的例行检验，练就了这样一身本领。清晨六点，深圳基地物资采购供应站的卸货台上开始热闹起来。与头一天晚上的抽检相比，这样的景象天天在这里上演。包括凌晨刚刚被抽检过的公司在内，各家供货公司纷纷把自己供应的蔬菜、物事卸到台上，由检验人员逐一进行检验。我们再次见到张贤超是在冷冻车上，他正在检验玉子豆。看这个，对，主要是检验什么？第一个日期，第二个看就是这种饱满状态，它是不漏气的。有漏气的话，它这里面是有空气，然后就是膨胀。保障住香港部队的各类食品加起来有上百种，作为一名检验员就必须熟知每一种食品及其检验方法。而张贤超告诉我们，刚来部队时他连手中的玉子豆腐都不认识。以前就是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本来是玉子豆腐，我跟人家说这个豆腐什么什么不行，但其实人家就说你那个品名都搞错了，就这样跟人家沟通。然后第一个我自己先没弄清楚，然后跟供应商这样去沟通的话，对我们自己对那个检验水平就会受到供应商的质疑。张贤超入伍前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对于检验检疫一无所知，加上男孩子在家里很少做饭，因此在供应商面前闹出了不少笑话。但是张贤超明白，这份工作关系到战友们的健康，甚至关联到部队战斗力的生成，因此这个大男孩开始一步一个脚印从零学起。经过两年的摔打，现在的他已经是一位出色的检验员了。食品检验工作就是这样庞杂琐碎，但正是这些后勤保障官兵每天的默默付出，才换来了驻香港部队每一位官兵的饮食健康。他们都非常辛苦，我们这么多年了都没有任何的这个食物中毒的这种现象，这个给我们严格的把关检查，他们后勤部门这个严肃认真细致的这个工作，这是分不开的。经过整个流程的这种跟踪呢，我们就特别的感觉到，一颗小小的蔬菜如果能送上战士的餐桌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从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好几个小时的这种层层把关和检验检疫啊，现在这些合格的蔬菜终于可以装上车运进港内，送到各个营区的厨房了。其实像蔬菜保障供应这样的事情，只是驻香港部队后勤系统微不足道的一个方面，后勤保障还囊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当然在香港这样的制度下驻军，同样也有与内地不一样的后勤保障机制，比如所有营区的卫生就是由地方物业公司负责完成的。
我们的水管坏了，我们的营区的美化绿化这些东西统统由物业公司。这样的话呢，既保证了部队这个很优雅的一些环境，同时呢也节省了很多的兵员和力量，把更多的战士干部、更多的兵员用于战备训练。虽然物业人员可以在军事管理区打扫卫生，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自由出入。对于物业人员来说，这一条警戒线就意味着非军人必须止步于此。经过特别申请，装备部长马强决定带领记者进入这处神秘要地。这栋土哦，就是英军留下的。那么在这个旧区呢，英军总共留下了有10条洞窟。10个洞窟。哎，10个洞窟。哦。那么像这一条呢，咱还没有改造过。原来这里曾是英军的仓库。1997年解放军接管后，对大部分洞窟陆续进行了改造。现在呈现在记者眼前的是一处驻军还没有改造使用的洞窟。走进通道没有多远，我们就闻到了一股浓重的发霉味道。那个管子上面现在都已经有那个锈了。由于距离海边较近的缘故，洞窟内的设施已经被闲适的空气腐蚀严重。如今这里还保持着英军修建时的原始样貌。这就是当时英军留下的那个库房，它上面就是简单的这个石链网。对。那我们改造了，就是把这些全部都拔掉，重新砌上。仓库几十米处就是大海，空气中除了水分大，还夹杂着海水蒸发的大量盐分。这对于仓库保管工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那么驻军改造后的洞窟能否改善这个问题呢？知道了，这里是27号洞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组呢，是它这边洞窟的顶缝。顶缝。它主要是防止这个温度湿度太大。嗯。它需要有一段这个防护墙。相对湿度不会超过70%。哦，这个就是可以观测。温度不能超过30度，湿度不能超过70%。直到这时，记者对眼前这座看似普通的仓库，才多少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尽管表面看似普通，但其实这里对保存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而为了达到这样的数据标准，可以想象到仓库官兵每天需要多少道繁琐的工序。由于一些新型仓库管理方式的保密要求，我们的拍摄只能到这里了。尽管没有更多的条件深入拍摄，但记者已经能够从这样的简单信息中感受到了这些身处密林深处的仓库官兵在日复一日耐受寂寞的同时，那种恪尽职守的工作态度。起步蹲。然而，与繁琐的维护洞窟环境相比，真正考验官兵们的却是每天的巡山。山间小路蜿蜒崎岖，密林交织，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为了防止外部人员非法进入和火灾的发生，官兵们每天都要上山观察周围环境，检查灭火设施。对，我们是这个，因为那个海水容易腐蚀性比较大，看把这个开关保持畅通没有，不要有时候的话，它那个螺丝会滑丝坏了就打不开了。哦。每天就有个熊翻上来检查一遍，防止这个被腐锈。你刚才说海水？对。
指的是这个里面流出来的这海水。对，它这里面是水是海水的，因为它从海边它用那个水泵打上来的，整个库区周围用的全是海水，用海水消防。像这样的消防设施，每相隔30米就设置一组，而官兵们都要逐一进行细致的检查。就代表没有问题。对，这样如果畅通的话，就是说明保持正常，良好状态。前面那个小盒子是什么呀？盒子上写着内有蛇药。路旁这个特别的小盒子引起了我们记者的注意。这里面放着药。对对，放着药，就是一旦我们巡逻过程中暂时被蛇咬伤了，我们就用这个药呢来急救。蛇药，你们平时会经常看到蛇吗？会经常看到。哦。官兵们说，这样的蛇药箱是战士们长期巡逻，根据经验自己设计制作的。由于巡山道上经常出现各种蛇，为了防止被蛇咬，沿途设置了好几处蛇药箱来方便大家。看到到处设置的蛇药箱，记者感受到了官兵们在这里巡逻所要担负的风险。这些地方这个咱们白天可以看不到，像夜间巡逻上来，这个洞里面全部有蛇，它这个洞的目的就是说防止山水下得过湿，山体滑坡。但是呢，这样是一个好处，但是给我们巡逻也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因为夜间不容易看到这个蟒蛇从里面出入。哦，这个地方是空的吗？对，这个地方空的，通到山体里面，这个蛇虫啊容易在里面居所。那我们晚上会在这巡逻吗？每天晚上必须巡逻。哦。班长郭国国的描述让记者立刻毛骨悚然。对，前两天我和排长这个上来巡查这个情况，结果在前方发现一条长达2米、约与胳膊粗的一条蟒蛇。让记者没有想到，巡山路看似幽静，却潜藏着如此意想不到的危险。但是为了库区安全，官兵们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的行走在这条充满艰险的山间小道上。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都停了吗？因为前方发现这个蚂蚁窝。哦，这就是你们说的那个蚂蚁窝是吗？对对对。哦，这么大呀！对，这个蚂蚁窝它是红色蚂蚁，你看。因为香港这个地方蚂蚁特别多，特别是红蚂蚁，它咬你之后，它就起包，它说短短几分钟，它就爬满你全身。从后面树干上，它一直爬上来。看的人毛孔红绿的。官兵们处理完蚂蚁窝之后，巡山继续。然而没走多久，我们的摄像师提出了暂停的要求。没事吧？没事，就是有点痒。你看，这腿上的包都是刚才咬的吗？虫子咬的。现在是什么感觉？这个包咬完之后，浑身现在不知道哪个地方痒。是疼还是痒？痒。就是痒了，你觉得浑身哪个地方都痒。刚才拍蚂蚁窝的时候，是不是爬上了好多蚂蚁？那蚂蚁它就动作特别快，那个你就一动它，它顺着那个棍儿，呲溜就那个爬到身上。由于没有料到山上的蚊虫如此之多，我们记者也没有预先准备防护措施，所以一直忙于拍摄的摄像师被蚊虫叮咬得十分厉害。这也让我们切身体会到了官兵们常年驻守在这里是多么的不容易。虽然这里的官兵驻守在香港，但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他们没有时间走进繁华的闹市感受繁华。从来到仓库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担负起了时刻守卫在这里的重要职责，常年与寂静的山林为伴。
确实这些战士们都非常可爱，处在比较偏僻相对封闭的环境啊，我们战士呢自觉的奉献，默默的工作，为驻军部队的安全啊尽了他们的责任。走下山丘，官兵们今天的巡山也要结束了。放眼望去，就是美丽的维多利亚港。然而，生活在对岸的人们或许不会想到，每当天色暗下的时候，在繁华海湾的另一边，有一群忠诚的解放军战士，正在默默地守护在这里。这是15年前香港回归时最流行的一首歌曲，如今的90后青年大多已经不会哼唱了，但在这里，这首老歌已经被弹唱了15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在这样婉转动听的旋律里，就在这片繁华景象的背后，驻香港部队的官兵们正用赤诚和奉献默默地守护着这片缓缓流淌的湘江之水。